塔尔当地这个气温比较高，然后对动力电池也是一个挑战。我们每天的话，通过后台对咱新能源880台车辆进行电池电量、功耗等进行实时监控。然后另外的话，我们对分布在各个区域的车辆进行一个全面检查，比如空调系统、灯光系统、安全装置等等，确保我们输入的车辆在设备期间能够平稳高效的运营。